海洋是我的家人，由細到大一起相處的一個夥伴。以前色彩繽紛的變成做黑白，你可以形容它是病了。由細到大都是住在海邊，我又喜歡水上的活動，變成對海洋是很有感情。藉住呢一次嘅機會，咁我真係落到去海底，雖然唔係好深，但係有一個好龐大嘅鬼網啦。鬼網呢個問題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係幾嚴重，因為講緊46% 嘅海洋垃圾，其實我清極都清唔曬。珍惜每一樣嘢先啦，尤其是我哋嘅生存條件。我諗，我哋究竟可以點樣幫呢個地球？唔潛水，可能佢永遠都睇唔到水底，原來係咁嘅喎。咁我哋帶上去嘅時候，就係一個意識，一個概念，係你需要知道的。